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这次就如标题，我们是要来代抽这个 S 加解码器13个。我这个人超非洲的，为什么会有想要找我代抽呢？我到现在还是搞不太懂，而且又是在这个没有加倍的状态，非常的难中，运气可能要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，从刚登录到现在哦，一把金勋，好，那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好，来吧。哦，青龙偃月刀。粒子炮跟关刀还有500红利没了。